兄弟们，让你们看一下啊，保养的重要性。这个皮带啊，是刚刚卖出的福特拆下来的，你们可以看一下，像猪肝一样，很危险的。如果客户开在高速上抛锚的话，本身一两百能解决的，然后拖车花个300-500，到下面被人家宰个1000-2000，这很正常。你们看看，我们给人家换的盖茨的啊，原厂的皮带啊，两个全部换好也就200-300，花小钱办大事，知道吧？这个气门室盖垫已经刚刚拆下来洗过，里面换的是新的。待会要把老化的这个机脚垫，还有一些水管啊、线路啊，该整的整，该换的换。正好这个蓝衣是我卖的啊，然后这个福特也是的，还有一个大众的途观啊，在这个地方途观啊。然后身后这个修理厂啊，是我自己的修理厂。你们过来找我买这种1-2万的练手代步小车，我认为我跟其他人比，唯一的优势啊，价格没有优势，唯一的优势就是我这边售后啊，我能帮你们把问题、小问题，特别是小问题能解决好，是不是？2万的练手代步小车，谁也不能保证它不出问题。那么我们的态度一直就是有问题处理问题、解决问题，是不是？到我这边，可能你在外面1800-800的，在我这边几十、1-2万就能解决了，是不是？好吧，兄弟们啊，3台车下架。